不会不见啦。
样就不会打球。高的，高的。我也是要求他一定要你不犯，除非真的打到隔壁，不打到隔壁。
这个碰不到，如果没有你到中华新馆，你也有这个。进步蛮多，我们现在看到比赛基本上不太需要担心。对，就是比较有安定，安定。如果那输，大概就是对手真的是太特，不是的，太特不是的。太准，你不知道怎么讲，太很松啊，太特。其实他都还没遇到那些难题，他就。当然啊，可是小孩子都这样嘛，就是遇到比你弱的，你也会有点辛苦。就是有些人是直接跟压过去，碾过去，哎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变成食品，变食品，就是自己也先弱化一下，也输成跟对方一样难玩。本来你应该要赢的。没关系啊，来，好球。练球量，你那时候你越大，你的练球量要更多，不可能。你竞争力，只能只有答应他要再进。对吗？因为一落后，他爸就叫我进来，进来看看有没有好一点。啊，好像真的有好一点，他一比四哦。对，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那边，因为没嘛。不好意思，他爸说，我说反正都落后，我就来看。很神奇，就是他看到我，他自己会控制。这就是越来越过往，频率越来越低。
吃你要默契。反正他会后面直接就想把人家锤死。还是有一些坏人，还是有一些，但还他调比较快，他会听，他真的。比较有在想。他需要，他是需要，不能压的，这不是没空。
跟人认识，他也是比较公平。黄立新跟他有点比较像，对，都是公平，只是说他们都是公平，他们要我也是可以，他们也是可以，对。玩四五下基本上就是自己要玩死，然后时不时在攻击一下蔡子怡，可是像其他几个比较不会攻击，对，就是靠防守对吧？可是黄立新就跟斯文打就打开了，因为斯文的攻击性，那黄立新就是那一天他跟黄立新打，他是攻击比较强，他跟黄立新。我看起来的感觉是他，他反而是他有点信心，觉得他会会赢。就是其实他们认识，就是他还没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抓住他的身材。阿修，没事了吧？对啊，他的身材应该抓住的，真的。就是因为身材太好了，那一天。四尔杯下也有就没有在动啊，但这一场球就比较有，可是我觉得他不是突破，他有攻击，有防守的位置。基本上遇到国家队啊，目前是很棒，就是他手下败家，然后身高差距又够大，他就比较他不看啊，打起来感觉就是没有包袱。像他被中途也是花钱去投手的。都会，然后对方发现对方没有落掉，他就自己就落掉。不会，会越来越好。下一场好可能，现在是先没有了，应该是许可，明天这个名字就明天，明天许可。那你要有，你有他会来吗？应该会。对啊。不会，许可杰，我觉得像林永杰没来会有，都还好，他很聪明，确实太聪明。看他打球就感觉打那个聪明。走。专心了，太太。球，看到季梦彤的球就可以看这里，打了两颗黄金，没有黄金要锤死的，就开始跑，对，跑，然后在这里玩第三棒，打死。反拍，反拍注意哦，你的拿回来哦，不是甩回来 ，OK。都已经往里面。
里面出现很可爱，他们不会调整，对，还是你一样的事，他们不会调整，他们不会。小孩你不听，他们不会调整。你说他们在打，他们不调整。他是。